弟兄姐妹平安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常常想到，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话，如果他没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，而且死里复活的话，我们就不会聚集在这里。就是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，不管是在线上或者是实体，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可以来这里宣扬主的作为，我们一起来赞美他，好不好？谁破除黑暗罪恶的权势？谁爱的大能远胜过一切荣耀的君王？万王之王耶稣，谁以泪神来震动这世界？谁令人赞叹他奇妙作为？荣耀的君王，万王之王耶稣，这是奇妙恩典，你不失败的爱，你竟会代替我承担十架，舍下你的生命，释放我的自由。哦，耶稣，我宣扬你所做的一切。你竟会代替我的
感谢你的牺牲，感谢你担当我们的罪孽。主啊，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，感谢你代替我们。主啊，感谢你来就是要给我们活水。主啊，你说若我们渴了，我们就可以喝你所赐的水，然后就会永远不渴，因为在我们里面会有永流的泉源。主啊，我们何等的渴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。心所爱。
震动，好让我像伸出扎根，在你里面不被动摇和震动。我深渴望不被动摇，不被震动，好让我像伸出扎根，在你里面不被动摇或震动。我深渴望不被动摇，不被震动，好让我像伸出扎根，在你里面不被动摇或震动。我深渴望不被动摇，不被震动，好让我像伸出扎根。Thank you.
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慕来敬拜你，唯有你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慕来敬。主啊，唯有你是我们心所爱。主啊，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很多偶像，可是主啊，我们要来对焦，要来仰望你，说主啊，我们要拆去这些偶像，因为你就是我们心所爱的，你就是我们的一切。主啊，我们要在你里面扎根，在你里面不被震动，不被动摇。你是我们的磐石，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盾牌。主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我们全心来敬拜你。这样子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我们祷告。